阿sa蔡卓妍琴晚出席电影宣传活动，同场郑伊健被追问系咪就嚟结婚，阿sa话唔知。唔知喎，頭先一入嚟之後，佢好似知道你哋會問佢，之後佢就話：嘿，又問啦咁樣咯。我諗唔係㗎嘛。咁你係咪都就嚟結婚啊？梗係啦，啱啱先咩，而家又咩 ？High five 啦，未想住啊！阿sa 提到在电影入面怎样整蛊伊健，我将平时那些他整蛊我的怨恨放了在个画面上高，我又执他蛋糕啦，之后我又敲他瞓着觉，淋水落去度啦，他冲凉熄了他眼睛。杨千嬅啱啱生 BB， 你有冇恭喜他啊？恭喜咗啊！我在微博嗰度恭喜咗。你会不会打算送礼物俾 BB 呢？如果我得闲，我见到我啱嘅，我会送俾他。